大家好，这个照片的话是，我在一个超市里面买了东西，然后呢，一包香烟吧，然后再加一些饮料，然后它便宜了10块钱人民币，是吧？这个优惠是怎么来的呢？其实这个优惠是非常简单就可以获得了，只要你最近的话有一个活动，中信银行，你只要你刷卡，满足一些金额之后呢，你就有抽奖，而且那个抽奖的话，基本上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好，这个抽奖的话是要一个小程序啊，这个我是打开了一个小程序是，就第一个幸运吉祥，我点进去啊。当然的话，首先的话你要关注这个中信银行的信用卡微信公众号，然后呢绑定卡片啊，这个是要必须操作的。那么它这边是每周消费599或1999，直播开奖每周3台，这个是。大奖吧一般的话都是小奖啊，比如说那个小奖的话就是那种，微信立减金，看见没有？700万加份啊，幸运券包，其他券的话感觉没什么用啊。我觉得这个微信立减金的话，毕竟我们这边的话，微信使用支付还是挺多的嘛。一般的话，超市的话就是那种可以用信用卡支付的地方才可以用啊。如果说你没有信用卡用的，只能个人收款的话，那种是没法用的。那么。我点这个拆红包吧，你看我刚刚获得，因为我刚刚刷过这个卡，然后点查看，然后这个9月12号的我点展开展开的话把它领取掉，你可以看这个1元立减金这个第一个的话它是15日之内使用有效第二个的话是满10元可用，第三个也是满10元可用，它有些是10元的。立减金，但是要满30元才可以用，有些呢是1元呢要满30元才可以用，所以说大家这个要看清楚那么我点这个，然后要它跳到一个微小汇的一个小程序，然后领取成功了满10元就可以用它这个有效期它这边下面有温馨提示说，到微信我的卡包里面去查看，其实这个查不到我觉得查不到。那么下面这种呢，其实呢就是让10月底下发充值是吧？这个呢是不用领取它只能查看，你看里面有按钮的话都不一样。还有呢，就是它这个5元话费那等于说是我这个我刚刚是刷了两百多人民币吧，201吧好像是，等于说我刷卡201人民币的话，我可以获得差不多8元人民币的一个返现吧，是吧？那么等于说返现率的话达到4%了，因为我这边5元话费，然后这边3个1元立减金，是吧？有些好的时候呢，它会有10元的大家再看，你看这个10元的，我领取过了，看见没有？领取过了，这个是满30就可以用满10元的。当然，这个的话其实还有那个奈雪什么，奈雪点单奈雪的这个，这个我就不用它了。这个的话要商户里面去。使用那么下面其实也有很多立减包比如说1元的这个很好抽所以说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活动吧，大家如果有兴趣都可以参加一下。然后第二个月的话也别忘记这个去使用，第三个月也可以使用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个立减金的话，它这个11月到15号12月的1号到15号，就前半个月嘛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话都是我领取过了的。这个活动其实中奖率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大家应该要关注一下，好吧，谢谢大家。